碟真的很推介自驾游啊！我们现在继续出发，一路向北，上天空之城。哇！小心啊！揸了三个半钟头啊，差不多，终于来到天空之城了，就是前面那几个石头那里啊。呢间就是我哋在天空之城入住的旅馆啦。依石而建的小市镇。嚟咗呢度之后咧，好健康啊！我哋每日都起码饮两支呢啲水啊！每间餐厅一坐低咧，第一时间香港是俾兜甩屎嚟。呢度咧系俾支水你，我支水咧都要收3欧罗嘅，咁喺 supermarket 买咧就3毫子至5毫子一支嘅啫。买水啊！呢间酒店定旅馆咧系用剧院嚟做主题嘅，最大嘅问题就系冇 lift 噶。我哋间房間，哇！呢度好正啊！呢度有个偏厅啦，衣柜啦，有张三边落床啊，跟住咧有个，哇！有个 jacuzzi 喺度喎，哇！个厕所好大啊，跟住仲有个露台，哇！望住。天空之城同埋有个coffee table 咁啦，哇，好劲噶呢间房！天空之城呢度咧有6间修道院，揸车都要揸10几分钟。全部啲修道院咧都起喺石嘅上面噶，好夸张噶！点解要起喺岩石上面啊？你睇下呢边个 view。上面望落去咧，壮观过下面望上去啊！嗰种震撼噶，睇下喺崖上面噶，又有狗狗啦 ！Hello， 静美美噶，好乖呀、啊，好乖呀、啊。哇，讲得切啊！最后一间山5点嘅修道院啦、啊，俾钱先。啊，呢度入场咧要揽一揽个围裙咁样嘅。我嚟修道院一定要着裙啊，因为我着裤，所以就要揽呢条咁嘅围裙。修道院参观下咯。No, don't go. That's me. That's me too.天主教啊，应该系咯。哇！高居临下。哇！哇！好劲啊！佢究竟点样起啊？哇！好靓喎，个神光咁样望落去。成日多數都係影貓多，係啊，影貓多。哇！呢個 view 幾靚，好靚啊佢。
佢又要摸啊！哇！啲人好大胆啊！你睇下，佢哋系我吓点样跳落呢度，好高噶，好多垃圾喎、啊、下面，跟住就再行条路出去。边只边只狗仔好乖乖？边只狗仔想按尿尿 ？Teddy 啊，妈妈好挂住你啊 ，Teddy。Teddy，Teddy 有冇乖乖啊？Teddy， 你有冇记得系知？佢知啊，佢知啊。Teddy 系叻叻 ，Teddy 系咪好叻叻啊？妈妈咧 ，Teddy， 世界的中心呼唤 Teddy，Teddy， 好可爱啊 ，Teddy， 头先攰到瞓着咗啊。好好喝的蜜桃汁和橙汁都是2元歐羅，即是10多元港幣。今晚嗌了个雜菜汤，终于吃到了。晏昼见人吃这个鸡串好香啊，还有嗌了一条炸鱼，一样啦，全部都是配薯仔的，嗌什么都好都是配薯仔，即是薯条啊。吃了咁多日咧，佢哋啲煎炸烤嘢点整都好咧，都唔油噶喎，几好喎！你睇下都见唔到有油嘅个碟。The next day， 呢间酒店咧一样都系包早餐嘅。早餐嘅款式咧有啲唔同啦，有蒸蛋啊，因为我第一次食到肠仔，有烟肉噶，不过俾人夹晒，咁就。款式有啲唔同，不過選擇都係比較少嘅，都幾特別嘅，有啲當地嘅甜品，不過希臘嘅甜品係非常之甜嘅，要留意。一定唔少得嘅咧，就係要食佢嘅希臘乳酪啊，乳酪加蜜糖係非常好食噶。